来看到中国新闻真相报道，今年一月，北京一共遭遇25天都是雾霾日，直到2月1号，北京才又见蓝天。随着整个中国北方污染加剧，民众不满的情绪也跟着加温。虽然北京市政府端出紧急措施，不过大陆民众普遍对中共当局缺乏信心。大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表示，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是可以隔离医治的疾病，但大气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他说，这个比非典 SARS 可怕得多。我看到报道，钟南山院士说雾霾要比这个非典还要严重，挺长一段时间了，就今天是第一天。今天大陆中央电视台新闻一加一节目日前以雾霾升级治理要不要升级为题电访钟南山。钟南山指出，从研究显示 PM2.5 的悬浮颗粒物只要每立方公尺增加10微克，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就增加3.1%。现在像这么严重的污染，应该不是潜在的危害，就是肯定的危害。就这两天就明显的各个医院里面的呼吸道门诊就增加了很多嘛。据了解，灰霾不仅对呼吸系统有影响，对心血管、脑血管、神经系统等都有危害，而北京市民10年来的肺癌增加60%。现在这个问题很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北京一个地方的问题。那前天的时候，我也出差到了这个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在火车上就发现沿途整个都是雾霾的天气，北方地区啊，污染都已经非常严重。北京市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流动人口更不计其数。除了因为空气污染造成医院就诊人数的增加，交通事故也在快速增加当中。昨天的话，据统计说，北京一共发生了200多起车祸，然后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堵车现象。前天跑了一整天，昨天也跑了一下午，那就感觉这个鼻子，然后还有喉咙部分就比较不舒服，然后流鼻涕啊，还有身体不适的现象，感觉非常的无奈吧。因为你生活在这里的话，一般的口罩也防护不了 PM2.5 以下的这种颗粒。全中国至少有8亿人陷入霾伏。其中被指罪魁祸首之一的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周四在北京承认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但他推诿说，并非因为油气的质量不达标，而是成品油造成污染的含硫量标准不够。据了解，欧盟和日本柴汽油的内含硫量是O5标准，仅有 10ppm， 而中国仍以O3的 150ppm 为标准，也就是说中国大部分车用油的硫含量是欧盟的15倍。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在一家这个环保组织做过志愿者嘛，那个组织就是用自己购买这个 PM2.5 来测空气，卖的那个商家就告诉他们，你们买的时候我们都给你把这个数值给调了，你们测出来以后肯定是偏小的。他说因为我们也不想那个被政府找麻烦，所以说如果你们测的数值是真实的数值的话，肯定会这个被宣扬，肯定会有麻烦的。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面对消失的蓝天，内地许多艺人因埋伏纷纷病倒想叛国。艺人宋丹丹慨叹，我该去哪里度晚年呢？而不少网民痛斥，明星大腕尚且无法防御北京埋伏，大难临头各自飞，无钱移民的平民百姓就只有病死在专制国。新唐人电视唐静、周平、王明宇采访报道。